今天要来走向山，然后打算从山下去。那我们先从象山这边上山。这家就是那个京都来的那个很有名的咖啡店。这家京都门咖。走，上山。这边好重的咖啡味，哦，真的有够重的咖啡味。象山步道大概就是左边这一条跟右边那条直接的石阶路。那我上山大概都走左边这一条居多，然后从右边那条下来。第一个休息平台，等一下就走前面的这一条上山。今天的天气能见度不高，我们继续往上走。我们先走回去，然后继续往那个一线天的方向走。好，这边来聊一下，就是这边是往那个是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台北市疗养院的方向，然后前面是一线天，然后这边是那个六巨石的方向。那我大部分都会走这边上去，然后到上面那个接近六巨石的那个路口，然后再左转。啊，这边就是往一线天。那其实这些路都是相通的，其实你走哪一条其实都一样。
然后我们今天走这边上去。其实这两条是相通的，其实都一样。这边休息片刻。前面你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凉亭，那很多人在拍101烟火，拍一堆满满脚架的，就是前面那个三角形的那个凉亭。左边。哦，这个是象山峰的第一只木桩，我们往下一只走。然后这个十字路口呢，直直走就是那个101拍烟火的那两个凉亭，然后这边就是往九五峰跟那个四兽山的那个其他那三只，就在这个方向，就在这边。哎，开花了耶！然后我们先去那个101拍烟火的那个一级战区，就是那插满满的那只脚架的地方。其实这边拍架子架高一点也拍得到。这里就是跨年烟火那个拍满满脚架的地方，就在这一排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往那个下面应该是狮山，狮山吧，应该是狮山的位置，
所以我们继续往下走。嗯，狮山我们拿到了指示牌，就直接左转，然后就可以往下面往下走的方向，可以往狮山的方向走。好，这边有个厕所，可以这边也可以上厕所。好，我们继续往狮山前进。这边的第一站就贴的是四兽山步道，继续往前走。好，这个路口讲一下，这边直直走就是拇指山跟九五峰的方向，往这个方向走。这边是我们刚刚来的方向，这边是往狮山，往那个四兽山尾巴，往虎山的那个方向往这边走。那我们现在就往北新的这个方向走。好，我们出发。这条路径比以前要清楚的多。以前都还没有这些那么清楚的路途指标，所以现在要拔这四支木桩其实还蛮简单的，你只要照着那个上面的那个路径图走，其实就可以到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往右手边这边直接往狮山的方向走，这边就是北新宝宫。这边连饮水机的饮水台都有。哎，这是过滤的哦。台北市政府真的是花大钱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往狮山方向走，就走这边。好，我们顺便聊一下。这个下面其实就是狮山很有名，哎，虎山这一带，狮山这一带很有名。那个孔子像就在这个路的下面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土地公庙，那你就从这个那个金炉的方向，然后这旁边有一条步道可以走下去，就可以看到那个孔子像的东西。那我们会在影片里面会贴这个部分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。就从这边下去，然后一直可以这边可以直接走下去。那也可以通到那个豹山西步道的那个方向，也在这个地方，就从这边这样走下去就是。那我们继续往下走。其实以前的狮山路线并不明显，那这几年台北市政府把四兽山明确的地标都标出来了，那做一个观光的步道路线，那其实很清楚，那你只要照着那个步道的那个指标走，其实不太会走丢掉。那四兽山它一共定了四支木桩，那我们这次就称它叫拔桩之旅吧。那我们刚刚已经把象山拔掉，那我们现在往那个狮山的方向走，那我们就看看狮山现在长什么样子。哦，今天还蛮冷的。
十三峰就在这边了。以前还没有这些路标，然后现在为了要搞观光啊，弄了四支柱子在这里。好，老婆婆上来。十三峰啦，就四寿山的四个山峰啦。就这边是泥土路，以前早期还没有那么明显的路基嘞，哇，现在很清楚哦。快到了，抱你啊，我不要抱那个。好，第二支木桩，十三的。这边以前没有这个样子啊，以前就是荒烟蔓草的，也什么也没有。现在就多了这支木桩子，然后这边也看不到什么东西。哎，半支101，这边什么都半支。啊，富邦也半支啊，富邦有一支。好，拔桩成功，第二支。好，下一支爆山，然后我们继续往爆山的方向走。好，下面就是刚刚走上的那个柏油路，那我们继续往左边的方向走，就是了。这边也来聊一下好了，这边下去就是那个豹山溪的方向，这边下去就是一直走就是豹山，那豹山溪就在这个正下方。好，这边就是豹山溪的永春湿地公园，就在这个方向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往豹山就往这边走。好，就在这个灵隐寺的正下方。继续，石豹这一段路还蛮远的，所以在走这一段路的时候，心里准备这一段路还蛮远，有一点点小距离啊。好，那个豹山道就在这边。多次，就是纯粹就是因为要拔那只豹山的柱子，所以才来这边。就是爆山峰的位置，那我们等一下往最后一站山的方向前进，那打算从奉天宫下来，所以
这一套拔桩之旅已经拔了三只了，那我们等一下拔最后一只。我们左边出去一样走左边，然后下去就是虎山的方向。好，这里就是松山一坑，这边已经没有在用了啦，这个当年留下来的老古迹就在这个方向这边。好，过了刚刚那个瑶池宫的前面没有多远，就是往虎山山上的方向。这样子走过来应该差不多100公尺吧。好，前面就是虎山的方向，那我们当往虎山方向拔最后一只，然后就从奉天宫下去。好，这边上去就是虎山峰的入口登山口，这里到虎山峰大概也不过在一两百公尺了不起了。这个的岔路左边就是这是虎山峰的日晷。好，这个是虎山峰最后一支的木桩，在这边。下山，走这条楼梯下去比较刺激，也比较风景也比较漂亮。我这边比较陡，所以走路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。这边有一小段，稍微要留意一下脚步。
根柱子大概要花一点钱啊。我们走这边下去，往奉天宫的方向。这边下去是奉天宫的那个后面的虎门的那个方向。本来是要走奉天宫下去的，结果想一想还是走湿地公园这边出去，比较离公车站比较近，所以我们还临时决定走湿地公园这边。反正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四支柱子已经拔完，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慢慢顺势的往这个湿地公园的方向走。那其实刚刚那个地方下去就是奉天宫的方向。顺便讲一下好了，就是这边是往湿地公园的方向，这边往福德街五十一巷。那因为我要买东西，所以我往五十一巷这边走。也有洗手间。对，好，今天的拔庄之旅我们到这边结束。那我们下一期见，再见，拜拜。